对对对，阮今日卖搞阿董，啊啊，卖搞阿董，哥卖甲你董，嘿，大大，阮今日要创啊？阮今日今仔日要甲伊抢，甲谁抢？你妈，我是拦腰拖拽，不过今仔日了，无敢。为啥啥啥啥物无敢？因为今仔我要去抢。就诶，抽啊，林诶，九零九零九，抓来。这里叫什么？这里叫树林头。啊，我要去抽树林头。这台语。所以我一咬诶，叫树林懒腰头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一下。树林头你怎么念？树林懒腰头怪。不是树林的台语，你不会吗？来自那个什么的鸡腿，树南。哎，对嘛，来再重来一次 ，Action。我要去做树林懒腰头。啊，怎么又树林懒腰头？啊，你刚不是讲一次？啊，那听起来刚气派呀，好吧。好，开场，开场，开场。干嘛？你的刘海要用一下吗？我想说你出来的时候好像是有刘海。嗯，没办法。那因为这边风太大了。风太大了，这里是封城，所以就来一个吧。来到这个去年开的。听说只有礼拜二跟礼拜五，对不对？礼拜五有，但另外一天哪一天我忘记。来，字幕请上。好，好。我跟你讲，那边有两只那个在动哎。然后我就不开心。为什么要不开心？它限制30公斤。它其实胖。你所以你大概是两倍重嘛，对不对？屁呀、啊，你两倍重啊！我40出而已，我才差十几公斤，他承受不了我的甜蜜负担。最近的那个甜蜜负担有一点大。你妈这么冷，你还穿成这样？因为我包很紧啊、，OK 吧？没办法，这就是甜蜜的负荷，但他承受不了。最好是这么冷，里面穿 CK 在里面。CK 超冷的、欸。好、啊，走走走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我觉得我今天也不用夹什么发夹了啦，我觉得哈，哎、欸，我就让它放飞吧。叫新竹风婆，不是吗？什么是兰花干？我不知道，猴兰干我是知道啦，修兰干我也是知道啦。你就知道这种奇怪的东西。都你教我的、欸。屁呀、啊！那我要点哪一个？你给你选啊，今天感觉你很兴奋，给你先选一下。腰花哦，还没给大家看我们在拍什么东西。好，来拍这个豆干呢、啊。乌龙豆干感觉它里面有加茶，任选两种。对啊，那就小综合就好了。加腰花豆干。哦，人家叫豆干、啊，你都没有。好，没差没差，可以啊。哎呦！天哪、啊，超香超香超香，我快饿死了，一整天都没吃饭，每次都要被小豆 M 虐，好可怜。好可怜，可怜的陶给。哦，好香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素腰花，所以我现在是素腰花。还好你没有点素兰花。酱很好吃，腰花的部分我觉得一般般，但是酱非常好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很好吃。哎、欸，但我有点想买它豆干。再买腰花？没有。你先吃看看嘛。怎样？对了哈，很 Q 哎 ，Q 仔超好吃的，推推。哎、欸，陶可以打香肠啊？不是我的啦，靠腰。我说这个啦，要不要打一个打一个？有点想吃香肠。好啊，那你就自己再去吃不就好了？啊，交给你了，我的香肠。八八打扣，七十分以下，不然就是140分。好，交给你了。你先算一下。20分。哎、欸。那不是40分，4颗球啊！啊，4颗哦，那你要打到一个10分的，有点难哎。阿张怎样？赞。赞应该是80分的吗？好了，没了啦。哦，就没了啦。再一次。可以啦，可不可以？相信我。认真一点好不好？这样多少？糖果1颗啦，你可以拿2颗糖果啦。再一次。靠呀！你再玩下去，我们都可以直接买一只。不成理的。靠呀！拿就好了。哎、欸，10块还你，啊，谢谢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
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打一次就220分？啊，你那边打了三次没有蹦中文歌，啊，你要吗？好啦，没关系啊，来，请你吃一根呢，来啊啊！靠，自己拿啦，自己拿啦！谢谢老板，拜拜。他啥有？我刚打了三次哎、欸！早就知道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有，我平常没有啊，奇怪，就不习惯打没、欸？你平常有在练习啊？哦，是这样子啊、哦。对啊。哦，好。你平常这种没在打的，跟你这种一天到晚都在打的不太一样啊。啊，香肠干杯，干杯。现在来拍下一个，我们每次去夜市一定会吃的排骨酥，它叫爆香。感觉好像很厉害，我就是死观光客，去每个地方都要开启死观光客的模式，看到哪里有排队就往那边排。对，最近刚也排了一下。不是因为通常排队，我真的觉得通常不会雷，比较不会了。对，比较不会雷。虽然还是有一些区域性的口味问题，但我觉得基本上比较不会雷，但还是有雷的时候，大家自己斟酌一下。而且我们已经拍了好几集都没有吃排骨酥了。是吗？对啊，有连续好几集。那个观众都一直说，我怎么每次都去吃排骨酥？我就是特别爱吃排骨酥，其实没有，我只是刚好，就是看我每次排骨酥都有人排队，对对。哎呦，被你爽到哎、欸，陶哥现炸现炸起来，重点是它是超大块肉。对啊，哈哈 ，I got it。哎，它很大块耶，比我大块还大耶。哎，对啊，先不要给我。啊，跟我的眼睛比起来，是不用这样比。你感觉就会超级烫。哇靠，你一口塞，确定哎？你看会烫吧？我就给刚炸起来。好烫哦！北极，就跟你讲会烫吗？可以重剪吗？我有点丑。应该都还烫。它应该是那种没骨头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困。跟前几间比起来，它这个肉有腌，那不会腌到你觉得很咸，然后或者是觉得太腌的那种，因为我不喜欢吃太腌的肉。可是这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啊，连锁的那叫什么？极光啊！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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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真假的？对，真的。如果有像它，我就觉得会蛮好吃的。哦，很好吃。我帮我拿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哈。好像是比较扎实的那种，吃得到肉感很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不会太腌。OK， 那就下一间 ，Go。什么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东西太酷了吧！它就是投那个机台，然后要去跟对方打架、欸。机器人打架？对啊。好像没看过这东西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很酷哎、欸。那这样怎么分胜？要怎么分胜负啊？没有，就是投钱、啊。他们感觉像这样子、啊。然后你要去找对方打架。对，感觉不用我打啊。还是我们来打架？我先不用，我们先找吃的，我好饿。要动动吗？没关系，不用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偷偷叫隔壁的根来喝。没错。哎、欸，话说他是蟹肉根。买了一个蟹肉根，然后跟……哦，等一下点了，等下就会到。你确定你点的是蟹肉根吗？对，我刚刚点蟹肉根啊，怎么了？你点的是肉根还是蟹肉根？我刚刚说蟹肉根啊，还是他听成肉根？哦，肉根。你想说你的蟹肉怎么长得有点奇怪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刚刚想说我想喝隔壁的汤，然后你又跟我想说我想喝蛤蜊汤，但是怎样大家都流行耳包，对不对？好没。你有听清楚我想喝的是什么吗？有蟹肉根。蟹肉根。对对对，不是肉根，也不是蛤蜊汤。蟹肉根啊！啊，它是蟹肉根、啊哦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误会我？道歉。我刚刚道歉。对不起。道歉是这样道歉的吗？我很慎重的。要露出诚意。我很慎重的，对不起。哎，还好吧，我确实我没叫错。可是他刚刚那是肉根吧？啊，老板看我帅，又多给我一条肉根啊！你干嘛这样子？哎呀，死相。喜欢的有酸酸的那一种，而且重点是它的笋丝好多。哦，对啊，它大把。你看它的那个料超满的。哦，真的。Super 满，一点点的蟹肉。来了来了。难得没来吃烤鱼。对呀、啊。反正点了一个麻油松板猪跟一个胡椒。我说应该先脱外套，我觉得我会沾到。它的烤鱼其实看起来很厉害啊。我也觉得它烤鱼很厉害，为什么也不吃鱼啊？
因为我怕太多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们这边如果吃完然后还吃不够，我们就来点鱼。料很多哎、欸，它的那个里面有放红枣枸杞哎、欸，补身体，麻油加红枣枸杞。说说看，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在夜市吃这种东西。好吃耶，它的肉还蛮 juicy 的，而且因为我最近吃的比较清淡，所以它蛮符合我的胃口的。因为我通常吃那种麻油鸡，我都觉得上面的那层的确麻油要多，但是有一点对我来说太多了，太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吓我一跳。看你屁事！各位观众，刚刚有个北七在那边路上走，然后他突然在我前面叫了一声，然后我就想说他叫声小，就才发现哦，原来他踩到地板的一根鸡翅，然后他被鸡翅吓到。他不是鸡翅，他是鸡脚。哦，被鸡脚。他是卤鸡脚，然后在地板上，然后我就踩了滑一下，然后我就，结果那个小腿以为我被那个鸡脚吓到。哦，对啊。然后我说我不是吓到，我差点滑倒。你吃吃看、啊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不太会吃凤梨。好，我帮你计时，看要播多久。来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谁？哇，吃一个菠萝呀，我那么辛苦啦。十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出来。哦，播了一颗，播了22秒，你会饿死的。我也觉得我会饿死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重点，你看一下镜头，近一点。你那个脸颊那个是被滴吗？会吗？对啊。哦，过敏啊。刚好一颗人形在那边，我想要吃沙小。过敏啊。什么啊？哎、欸，老板，你的衣服那个，那个不是有点那个是有点跑出来？不是，这是那个胶，我对胶带过敏啦，北七哦。好妖，我吓死我！我想说沙小。但、就是那不是晕，没有那么大个，它是胶带，然后。有一点过敏，看这边也是过敏。哦，好，吓死我了。没有，谁要给你看？你有病哦！我靠，不是，我还不想看。我还狗屁！我哎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基本上是你可能要那个，就是那个，你懂吗？我、哦、那个相机手啊，设备很贵啊，那个 OK，good good。不要这么不甘愿，来看一下老板那个播这个的熟练度，看会不会增加。欸、你很爽哎、欸、你！哎、欸，靠！你不要乱喷啊！不是，这真的。我还是离你远一点好了。这很难播哎、欸，你吃别的啦。哦，看我被他妈自己又点这个要吃。你还没讲你刚刚吃的那一颗哎、欸。真的很堵然。真的很堵然，靠呗。这是什么评价、啊？我怎么一点都不出来？好，我等一下教你啊！我笨了，来啦！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干！你真的给我喷到镜头了！啊，真的假的？妈的，你看这边一颗很像太阳了，观众应该看得到。妈的，我先插镜头了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。太恐怖！快点啦！没有。怎样？好吃吗？凤螺吗？嗯。那肉嘞？我就跟你说，夜市不要点这种东西嘛。你又不是去渔港哦。那肉嘞？肉就还可以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还好最近来夜市，然后都会被误认。被误认？对。误认什么？就是被很多小朋友误认我是馒头妈。哦，你说抖音那一个？对。然后他很尴尬，我也很尴尬。然后现在又有小朋友站在那个旁边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又觉得我是馒头妈？好不好？我本来帮你叫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馒头妈合体？我会傻眼。看你什么时候进军抖音市场啊？那你就换另外一个名字。你要讲什么？馒头奶啊、喔。好，馒头奶你自己讲的，你这样子取这么粗俗的东西，你看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我跟他文化上的水平的差异，有没有看到？我都是取一些很正常的，你看他刚讲什么馒头奶，我是你每次都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。肉包妈哪里奇怪？你等一下他叫他帮你按，一二，你不知道宣传一下，你看什么肉包妈还是什么吗？很多人说他很会播。超会播！你现在目前还差不多还有20颗以内，你他妈的闭嘴！你他妈自己说要吃这个小的，然后自己不会播。OK 法则，我看你那个手势很棒啊 ，OK 手。
再吃啊，再吃啊！我就是要继续来吃。我看到一个屌的。你很少吃这个东西耶。我超少的，因为它有丰富的那个淀粉。淀粉，对，我平常不太吃淀粉。你知道我现在一直深深的看着你吗？你知道我一直深情的看着你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的那一颗真的很好笑。不是我过敏吗？我本来想看你眼睛，但是就会不自觉眼光直接瞄到那一颗。不是我就过敏哎，很可爱耶，他们的 logo 看到我在这边。我现在有点饱哦，有一点饱，但看起来很好吃。我刚才原本是有一点点想要选这个，就是有那个薯条的，薯条在上面的。嗯，后来也是选都气死的，因为有点饱。又要吃棒状物，吓到我了！妈，自己偷偷的走过来，也没人发现哦。我想我也在等乐高。来吧，棒状达人。对，我今天要吃棒状物哎，乐高、姜黄、玉米。搞吃哎，要不要再买一口？没有没有，不要不要。那你一口？我不要。超甜的。我不要。真的很好吃，一口。我真的吃不下了。你他妈刚刚两根香肠，你真的妈其中一根你不吃，你推给我吃哦。不是太多肉了，谢谢。左一根右一根的，靠腰，看起来厉害。有哦有，靠腰，赶紧吃。我告诉你，他头比较大。哦，好好哦，完全不想理你。你玩那个玩那个拉很长的那个效果。哦哦哦哦哦！哇哇哦！有有有，有有有，哎，断了。好辣的哦，应该跟我们以前的那种台湾的那个应该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它的皮吃起来很像甜甜圈，我怎么知道？猜的啊，厉害吧？对，然后里面包 cheese 的甜甜圈，所以它咸咸甜甜的。哎，我现在有点排斥这个，但我现在觉得它就好好吃哦。难怪有些夜市有时候都蛮多人排的。哎，它上面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它上面真的就是甜甜圈的，而且它是好吃的那种甜甜圈，嗯，就是又脆又松又软，面皮又带一点甜甜的感觉，不是外面热甜，是它本身面皮本来就有一点甜甜的，跟台式的那完全不一样。里面的话是空洞的，空洞就是气势。可以这样。哎，靠腰那一口我要吃，你他妈的舔啥小？那我先吃掉。那色狼哎。你当不太好看了，小姐。你那边什么东西喷到脸上？都是香肠啊。对，脆肠。有点突破我想象中的。好吃。热狗，因为我其实蛮不喜欢吃的。然后其实我们这路就是每一次拍夜市，每一次都会遇到热狗，但我每一次都不想吃。现在有点改观哦。有点改观了。嗯。OK 哦，给我给你，好的，好饱哦。OK， 正好以上，我觉得这个夜市还蛮不错光，除了凤螺以外，应该没什么怨对的吧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了，我被扒了，好被扒了。我们今天也是拍的挺晚的，你看大家夜市基本上都要收光光了，对，然后我们还逛到这个时候，然后重点是，那是啥小？我家小朋友的窝、啊、哦，好哦，再转那边灯比较好。那我觉得这边真的好吃的东西蛮多的，然后还突破了我之前就是对热狗的不好的印象，就是那种面皮很厚啊，然后不好吃啊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这热狗大好吃。还可以再来这一间的那个红茶，我已经来买第二杯了。哦、对，红茶。刚前面没拍到，我觉得蛮好喝的。好啦， okay. 我们今天影片到了最后，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，记得开小铃铛和订阅下我的 IG 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Bye.